Hello， 大家好，我们就正式开始。这个是一楼的一个客人厕所，就是 half bath， 不能洗澡，但是是可以有马桶可以洗手的一个地方。我们先从就是厕所的门来说吧。我准备给门挂上这个 reef。这个 reef 是 ornaments 和 reef 是单买的。我在 at home 买到绿色就是凸的这种 reef， 然后自己把。迷你的 ornaments 一个一个挂上去，然后挂上去就是用一种那种铁丝，就是一般超市里头都有卖那种。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我越来越喜欢做这些家务活，就是装修装饰房子呀，打扫卫生，做饭，就是我感觉 it calms my anxiety， 就是让我的焦虑症会好很多。我喜欢做这些家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这个小企鹅 ornament 也是在 at home 买到，它是一个带灯会发光的那种。其实如果大家买这种装饰品，我不是非常建议去 at home， 因为 at home 没有太多折扣，所以如果你们要买这些圣诞装饰，第一趟先去 Hobby Lobby， 然后再去 at home， 或者就 at home 放最后，折扣不是非常的多。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发光的小企鹅，其实很可爱的。Super cute。现在是插花时间，这个假的这种树枝我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上面有带那种雪。这个也是在 at home 买到这种假的树枝，我准备放在这个透明的瓶子里面，花瓶里面。这个花瓶其实非常全年都有用，你全年都可以换着这种花跟着季节一起来装饰，所以推荐大家有一个这种透明的花瓶。这个是我的 nutcracker 核桃架子或者胡桃架子， I don't know which one， 很可爱。然后这个不带任何亮片 glitter， 我个人就是不是非常喜欢带 glitter 的东西。你看我这装饰品很少很少很少有那种 glittery。OK， 这个是大概装饰完的样子。我下一半视频呢，你们就会看到我加了一点点东西，因为总觉得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左边是镜子，上面有一幅画，写的是 powder room， 然后这边就是马桶，上面那个蝴蝶什么都是房东之前装好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装饰我的茶几，中文是茶几，英文是 coffee table。我先把桌子上就是很乱的东西全部先大概清理一下。这个桌子就是大家茶几应该都是这样吧，东西乱放的那种。
我这个桌子是两个茶几拼在一起的，这个是我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二手淘到的，原来应该是 West Elm 这个很贵的家具公司买到的。我的沙发呢，我家里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二手淘到的。我很喜欢这种木头的质感，所以我今年这个颜色就是银色，放那个小 tray 上面，然后加了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全年都有，除了那个蜡烛，这都是全年都有的。然后我很喜欢水晶 citrine， 然后还有 controller， 你把那个遥控器什么都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其实没有这么整齐，一般都是很乱的，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装饰我们家餐桌这个地方。餐桌透明的玻璃桌子，椅子是我跟沙发一起买的，是我当时特别幸运，是在一个医生不是非常的有钱，就在医生他们要换家具了，所以我就在医生的家里二手淘到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听烦了，为什么艾玛一直在强调二手能淘到很多很好的家具，根本没有必要就是花三四倍去买很贵的家具。透明的餐桌上面我放了一个这个会旋转的 cheese board， 怎么说呢？ charcuterie board。 我上面放了一棵银色的圣诞树，加上这个 polar bear 北极熊，我们家好多这种动物啊。其实餐桌并没有100%装饰好吧，我们先把这个小筐子，一般就是放我充电线呀、笔呀什么的，就放到桌子下面这一层。接下来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在 Hobby Lobby 买到的这个 garland， 一般就是放到，如果你家有那种火炉的话， fireplace， 你可以放在火炉上面，或者就是电视机上面。看我家电视机超级，我都不想吐槽了。仔细看一下，就是绿色的东西上面有带雪，然后红色的 berries pine cone， 我正好有这个上楼梯扶手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适合挂这个 garland， 而且长度是正好的。然后在 Hobby Lobby 买可能就是$25左右，当时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我是扶手上面挂了一个粘钩，然后把这个东西挂上去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装饰我这个电视柜，不是说电视柜，是电视板儿。这个是房东之前就是挂了一个板在墙上面，我觉得还可以，但我们家有太多这种电子东西，你看就是音响呀什么的。接下来我们要挂这个 stocking， 这个企鹅的 stocking， 你们猜是谁的？你猜这个是谁的？这个是我的 stocking， 把企鹅挂在这里。我的猫咪在干嘛？给你们看一下家里，就是这线的问题，太丑了。我需要一个就是电视柜，
这样可以把就是什么路由器啊什么全部都给藏起来，嗯，但是我是没有看到合适的二手的电视柜，我就把这些 stocking 全部挂在这个电视板上面。嗯，这些小小的 stocking 呢，我是在 Hobby Lobby 买到的，很便宜，应该是给小孩的吧，但我觉得就是给宠物特别合适，所以我们家 stocking 一个是给 Carlos， 一个是我的，然后一个是Peppers， 一个是 Senor。小小的 stocking 我就是用这种 duct tape 粘到这个木板上面的。你们等会儿看到如果视频快结束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我换了一个地方，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合适，就是把这 stocking 放在这里，我等会儿会换了一个地方。这个呢就是我 holiday vlog episode 1里面有给大家讲的那棵假树，这个是 pre-lit， 它就是提前装好这种彩色灯。大家是这样是拼弄假树，先把这个架子撑起来，然后因为这个假树不是非常的高，所以它就是两层，有很多很大的那种假树，就是三四层那种，就是底层，然后我先用手把这个松散开，一点一点的弄开它。你看我正在看 Kathleen Lights。等一会儿录着录着就会没有电了，所以这个是 day one decorate with me， 马上开始 day two。 这个是 day two，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假树自带的灯，所以我在 Hobby Lobby 买了这种绿色的线暖白色灯，我只买了两盒，后来发现这棵树其实需要三盒的，因为我想如果要想这个树看起来更亮一些的话，我觉得建议大家三四盒买，至少买三盒哈，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先把这个灯挂上去，然后等会儿再仔细的给它一点一点拼起来。然后它这个灯是这样的，对，可以连接起来，你可以买好几盒，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看到这里呢，现在视频快一半了，想跟大家说声谢谢观看，请评论告诉我你是喜欢彩色的灯呢，还是喜欢这种暖白色。我个人喜欢暖白色，是总觉得这种暖白色比较高雅吧，比较简单，因为如果像那种红色绿色灯的话，对于我来说有点太俗气了，对，而且我家很小，可能如果之后有家庭之后才会用那种彩色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颜色比较简单的灯。这个呢是我的 tree skirt，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软软的带毛的那种 tree skirt， 就是放在圣诞树下面，因为你们看那个支架，这个就是挡住支架，包括你可以把那个礼物呀什么的都放在这个 tree skirt 上面。这一点很重要，我买了这个 ribbon 彩带，这个彩带周边呢是带钢丝的，所以你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是另一个彩带，这个我没有用到，我非常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买这种丝带，真的会让圣诞树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我是大概去年的时候才发现，哇，圣诞树你竟然可以放这种 ribbon，
啊，看上去就会让这种假的圣诞树看上去更真实一些吧，就是 make the tree look a little bit fuller， 没有太多挡住它这个空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有好几种放 ribbon 的方式，我呢就是从上到下，慢慢的就是放到树里面，因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圣诞树上放 ribbon， 所以我也不是非常的有经验。这个呢是关灯之后的样子，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暖白色的灯，很简单很高雅，对比起那种彩色灯，我真的是 you know I like the simple super simple classic。 大家看，不要看我肚子哈，我没有怀孕，我只是我的小肚子，我是个女生好吗，女生是有小肚子的。 anyways just fixing the tree putting a ribbon on Zhuzh it.我这棵树放了三条 ribbon， 就是大概一边放了一条吧，三条 ribbon， 然后上面最后系了一个蝴蝶结。我自己买了这个 ribbon， 买了三盒，买多了，其实一盒都用不完，我买的就是那种比较宽的，很长的。But yeah, I'm looking so cute. I like it. 现在呢，你就看到我正在想到底把这个另一个 ribbon 放在哪里，结果后来没有用到它，因为我觉得没有地方适合放我买了第二个这种彩带。我还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买这种很大的花，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这个假树看上去非常的空隙很多，所以希望大家买就是很巨大的那种装饰品，这样能让树看上去更full 一些。这个假花呢，我是在 Hobby Lobby 买到的，它是这样叠起来，然后你要把它松散开，我觉得很好看，买这种，而且有很多很多颜色选择。红色、绿色、蓝色、白色、肉白色，你要去 Hobby Lobby 就看到很多这种花，就叫 Picks， 你就直接找一个地方，看就像我这样就放到树上就可以了，插上去。我买了三个，因为树比较小嘛，如果家树比较多的话，你们可以放好多这种，或者就是买很多颜色拼凑在一起。我就觉得这种白色让我这个树，哇， you know so beautifulSo beautiful. 这个像椰子一样的大的这种装饰品呢，是在 Kirkland 买到的。我正在展示给大家我买的这种 ornament， 这个是在 TJ Maxx 买到的 ornament， 最便宜买 ornament 的地方是在Walmart， 这个是在 Walmart 买到的，你看$2.98，买了五六个这种鹿的角，是有点金色的。然后这个呢是比较贵一点的，这个是在 TJ Maxx 买到这种白色银色，很喜欢。然后像红色包装，这个也是在 Walmart 买到的，这个也是在 Walmart 买到的，$3.98。
一下，我买这种大盒的便宜的 ornament 是在 Walmart 买到的，像这种大盒我一般就是放到下面，因为我想把最贵最好看的 ornament 放到树上，因为眼睛一般都不是看树下面的，所以像这种下面就可以放一些便宜的You know, decoration, 然后下方你也不用装得特别完美。你看我下面那个线其实是白色的，因为我买了两盒嘛，不够用，所以就用白色的线放到那个树下面装灯。我觉得这个灯弄得不是非常好吧，因为如果这个灯有些树枝是没有亮起来的。现在呢，我是给树上放这种蓝色的装饰品，我这个是宝蓝色，因为我选的这个颜色就是银色、白色、蓝色，这种色调。现在我正在做这个 tree topper， 就是把刚才那个丝带剪下来一点，然后弄一个蝴蝶结，然后放到树上面，自己绑的蝴蝶结。I like it。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们喜欢这个丝带方式吗？这样一定要很便宜的丝带，但是让这个树看上去立马 you know elevate the freaking fake tree。I like it a lot。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其他的就是装饰品，这是一个小小的在 Hobby Lobby 买的那种圣诞树，我就放在电视柜上面。然后我在 Hobby Lobby 也买了这种四个蝴蝶结，我本来是想把它放到那个椅子后面，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挂所以我就把它挂到墙上了，就挂到这个 Wine and Dine 我觉得很好看，就是节日的这种蝴蝶结。然后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在 Amazon 买的这种小小的 LED 灯，它是一盒带了14个这种带纽扣电池的这种小小的灯，你可以放在所有东西上面，就是我等会给大家看我放到哪里。我现在呢就是把这个灯拆开，我要放在我这个银色的装饰品上面，然后开灯之后整一个就会亮起来，很好看。放在刚开始视频不是在给那个厕所门上做了一个 reef， 我把那个小灯放在 reef 上面，然后餐桌的这个圣诞树呢也挂上这个小灯然后上楼这个 garland 上面也挂了这个小灯，几乎就是所有普通装饰品你如果挂一个灯的话亮起来真的就是很美很美很美。今天的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一起 you know, decorate with me， 这个是我出的第一支装饰视频，大家觉得怎么样喜不喜欢这种有节日气氛的圣诞装饰？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我录圣诞节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信什么教我是个人喜欢节日气氛，我喜欢跟家人团聚那种感觉，因为多年在外没有跟家人度过那种春节什么的，好多年四五年没有度过春节，所以我就是用圣诞节弥补一下这种感觉吧。 OK， 那我就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